常庆幸自己能够读到它，而且我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不会后悔读到它。翻开就可以，不管你是不是喜欢恐龙，不管你就是说对恐龙有没有了解，这本书完全就是说零基础就可以来阅读的。我是对读者实际上是非常友善的，非常友好的，然后很多专业一些东西非常严谨啊。所以这本书呢，我就觉得这本书这作者啊，这个作者布局很深啊，大小都知。